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大陆这个扣了台湾的船，当然明天可能要开始谈判了，但是我们先把这个放在一边。这个日本不是跟我们非常友好吗？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哦。但是我们看到日本也挑了不少事，日本之前就扣了有没有？那个这个港福洋号7月5号，因为这个越界捕鱼嘛，哈，当时不是被扣到了日本吗？好，最后交了台币121万，放人放船。那当时呢，舆论就炸翻了，还没完全这个气出掉啊，又有一艘就是宜兰籍的附身渔船，在昨天下午又是因为所谓的进到了日本海域，结果呢也是一样，连船带人被押往了石垣岛。那海巡署获报之后呢，派了这个宜兰舰前往，然后呢，我们的渔业署就说外交部向日方交涉啊，交涉的结果是什么？哎呀，缴钱啦，缴钱之后人船就可以获释啊。今天我们在开这一题的时候，我同事开玩笑说，哇，这超好赚的，对不对？比捕鱼好赚，这是捕船呐啊。所以呢，就说这个越界的问题，只要遇到日本就软了。我们的渔业署，我们的外交署的这个讲话好像怎么让大家感觉都没有在帮我方据理力争？那另外一个214撞船事件，两岸呢确定本来是台风前要谈，后来碰到台风嘛，现在是7月30号，据说要重启协商。这个部分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大陆的一些这个声明哦，所以这是我方的这个媒体曝光。说，据说呢会签这个共事书，不是协议哦，是共事。然后会比较用中性的字眼取代所谓的恶意撞船，然后罹难者的遗体船都会交回抚慰金的人民币啊，每个人是150万，是不是如此？明天答案会揭晓，当然还要看陆方如何表述，非常重要。日本这个又是一个模式啊，赖清德政府啊，立刻就承认说是我方船员有上次错也哈。是啊。上次，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完全在日方的这个角度。那这个我觉得定调这是特别快，29号这个事情爆出来，28号发生的，然后呢，外交部29号就发表正式对外的这个声明，他就基本上就这样讲啊，他说，因为该船违规作业遭取缔，已在要求船东保证金，这个交保证金后尽数释放。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有一点点没有照 SOP 做。你这个我们的渔船被日方扣留的话，他是说我们这个哈，说据驻日人员查报，该船因进入日本与那国岛12里领海内违规作业，遭日海安厅海保厅公务船发现并取缔。这是一方日本的一方之词哈。然后这个事情发生在与那国的水域，那基本上，请问一下，我们驻那霸的这个办事员有飞到与那国去跟我方的渔船去见面吗？是。有没有跟我方的这个被拘捕的渔民啊当面去查询呢？你在定调前要走一个程序嘛，他有至一个少程序啊。你必须要有公平的这个机会，让我方的渔民讲讲话啊。他这个很显然就是日方一面之词，他就说日方讲的对啊。你这种事情的话，你有先跟我们的渔民先接触过吗？对，有吗？对啊，你要与那国岛事实上离那霸也蛮远的，那这个外交部有没有做到这一点？要提供一个说明啊，不能是日方说你侵入我的领海啊，我就事实是如此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部分啊，这个现在赖清德这个亲日的态度啊，已经到啊随时可以牺牲我们台湾人的权益啊！对，哎，只要日本人讲，他都对，就是我们台湾人不对。对，刚你刚有查证吗？讲得很对哦，这个昨天下午才发生，我们看到不到24小时，外交部立刻定调，就是我方错啊。那中间有任何的调查程序吗？你有给这个台湾渔民一个公平陈述的机会吗？哦，那外交部一定调之后呢，渔业署就立刻讲，赶快交交钱。对，150万日币。这样还需要你交涉吗？对吧？啊，对，就直接交钱，然后放人放船。那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既有的模式，就是说，只要台湾渔民被抓，就是交钱，就这样。就是日本人对吗？对，就是日本人。日本人政府说的就对。对，你有查证吗？是。哎，你有交涉吗？对。哎，这个基本上就等于你今天你赖清德政府是日本的地方政府啊。对。你把台湾做成日本的殖民地啊。
对一点尊严，一种对等的这种啊，这种基本的认识都没有，更一点尊严都没有。外交部指责自己的船员，你要外交部出来讲什么话？渔业署出来讲的话就可以了，对不对？渔业署也不讲话，都由外交部来讲这个渔业纠纷的事情，这个简直是啊，我觉得没有体统了。对，就是说亲日啊、媚日，然后为拒日、舔日、跪日啊，到了一个啊。没有下限的一个地步、啊我说这个你起码也要走一个程序啊，而且要你外交部出来讲什么话，是吗？对不对？你这个渔业署人不讲话呢，对你这个我觉得这个哈、啊、现在已经变成怎么样，就是怕日本人生气，是不是？就是怕好像啊台湾人被欺负的话，怕台湾社会有反感，是不是？要第一时间把它压下来，这种态度还要讲什么台湾的尊严，还要保护什么台湾人的权益，还想建国呢？做梦啊！对到日本人就一点尊严都没有，什么程序、什么标准都没有。请问一下，你们的人到了现场，有跟我们的船员去慰问说你有没有受到日本的不公平的待遇？是啊，他这个拘押的时候有没有粗暴的行为？你一定要有一个官方的谈话记录嘛？对啊，你要跟这几个渔民你要见面啊。是。结果这么短时间，全所有的错都是在我们的人。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其实是气色好，肌肤保湿做得好，气色自然漂亮。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类似于玻尿酸，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